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話：資深大律師需要為司法機構發聲。張舉能出席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，他致辭時表示，純粹基於不同意法庭判決對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提出不必要質疑，不論是來自香港或者外地，都令到法治受損。資深大律師作為大律師界的領袖，有責任在有機會的時候為司法機構發聲，不但是捍衛司法獨立，亦都維護司法機構作為獨立司法機關在香港以至國際間的聲譽。又說社會都期待他們能夠加入法官行列，今次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有四人。